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五个常用的产卖方式。好，在我们把麦藏起来之前呢，首先我们就要先拿 blue tape 把我们的麦先包起来，好让我们可以把麦藏在我们想要藏的地方。好，第一个能藏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纽扣跟纽扣的之间，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麦塞在纽扣跟纽扣之间，轻轻的压一压，我们再用一个黑色的胶纸把 wire 粘在衣服上面，以便在做大的动作的时候不会掉下来。除了藏在纽扣之间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藏在衣领的中间，所以同样的方式，我们把麦藏在衣领中间，轻轻的把它压起来，然后再粘上一个黑色的胶纸，你的 cable 就可以把它拉去衣领的后面，再把它转进去衣服里面，这样你就可以把 cable 藏好。好，如果你的衣服没有纽扣也没有衣领，只穿着一个圆领的衣服，只要把麦藏在你最靠近你的嘴巴的位置，再把胶纸粘上来，就完成了这个步骤。第四个方法呢，假设你带着领带，你只要把领带翻过来，把麦藏在领带后面，你就可以轻松的把麦藏起来。第五个方法呢，就是把麦藏在这个领带的三角口的中间。好，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视频可以让你们了解到我们常用的五个收音的方式，希望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声音收得更好。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们有帮助，记得 like and share, OK? 我是 Yiewin, see you next time.